来照顾木木老猫，然后首先我们要先检查一下他前一天吃了什么东西，然后我们就要观察一下他的食物，就是他不吃鸡肉丝，然后他有吃到罐头一些。明显的他就只有尿尿，他没有大便，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他大概几天没有排便了。然后他因为已经两天没有大便了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可能就要帮他喂一下维他命。然后再来，因为木木他需要吃药，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喂他药。然后现在先把药加到那个我们等一下要喂的饲料里面去。因为木木的情况比较特别，他脾气比较大一点，所以我们要用毛巾把它包起来，然后先喂水，然后再喂食物。然后因为要喂水，是因为他太老了，不太喝水。我们要确定他的肾脏安全。就是把刚刚的器具然后洗完，然后归回原位就可以了，然后再把我们刚刚清完的垃圾然后拿去倒一倒，那基本上喂猫的行程就结束了。